然后我在外勤哦，有遇过几个比较特别的一些经验了哈。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我们单位没有辖区限制，就是哪里有绩效就去哪里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学长有限是在云林嘉义这边，然后都是毒品案件，所以我那时候办了一年多的毒品贩卖，都在云林，特别是云林，因为云林的那个民众嘛。那有一次，我记得在一个搜索行动中啊，我就去一个云林乡下那种三合院，就古威，然后去，我明明知道他爸爸就在里面，然后我去的时候他爸爸已经跑了，然后我看他那个女儿出来，女儿念国小四年级，我说你爸爸嘞？他说爸爸不在啊。他四年级，他是以他能够骗得过警察自豪。那他那个眼神啊，就已经有那种邪恶的那个眼光了。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，可以骗得过警察。他觉得他可以保护他的爸爸。可是我当下觉得很心疼，你想要我怎样骗得来？有黑金娜眼神是骗不了。那个小孩子眼神如果是很澄澈的，你看了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澄澈的。像整天细回，我小四年级的金娜竟然露出一个二十几岁人的眼光。我当下觉得就是，他觉得他很自豪，可是我当下觉得很心疼。我说，那那个囡仔不应该是这种心话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就是尽己所能的，我就尽量，因为图片就明啊，做番盖棺。但是你说，我要到这，我就尽量，就是我就在光，然后身在光门好修行，我就尽量。然后那时候也发现一些毒品的问题，因为我都会回来找那个张文鸟老师，然后他提供我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，不是很有趣的。我就云林为什么那么泛滥？然后老师的结论就是，越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毒品越泛滥。对，包括台湾就云林，云林是台湾艾滋病人口最多的地方。然后在那个时候，我现在不知道什么。然后大陆就云南，因为困过没看不到地方，你少年人做伙的时候，你只要一个人有毒品，啊，你有做你搁揣无头路，唔知要创啥时阵，啊，无来上阵。一堆就对了，一堆就对了，一个拖着，一个拖着，规个砖头的位置。哦，曾经也在嘉义，一个砖头入去，透早六点，大家车入去，大家点，啊，查甫的，呀，迄规个砖头真正好去。可是他毒品就是真的那么严重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剧场的关系，所以我在获案之后，常就是整个工作做完，我都会跟这个吸毒的呀、贩毒的人聊天，聊到他们的生活什么。一般警察可能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，可是因为剧场的关系，我们对人物的什么，对吧？那种角度去切入的时候，我一开始都只是聊聊聊，然后最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，因为我都会问一个问题说：“你当初是怎样讲的？”我们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模一样，不管是台北的、南投的、嘉义的、云林的，然后台南的、桃园的、基隆的，我只要被我抓过，我都会问，然后他们答案都一样。当朋友哈，没个。后来我就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当你接触毒品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契机，然后我们怎么可以去防止？当然，我又回溯到这我对于戏剧的这个想法。然后后面制毒工厂就是我在破获之后，我办了云林这边的那个云林这边都是演小戏啦，也就是现场的时候演那个要去买毒的毒虫啊，或者是去演一些路人啊。哦，或是演一些那种修装第四台的啊，我是把那时候没有戏可以演，所以都在工作中，对啊，而且我看起来就不像警察，所以学长就是一到地的时候自己就有点慌啊，我就一下去都要自己先做一个角色建立，我今天是要来找谁，还有自己先角色先建立好，然后才下车这样子，因为才遇到的话状况才能够在角色里面做即兴演出。然后来到制毒工厂的时候就，我在办制毒工厂之后就更夸张了。就是那个角色又更全面，一人分饰好几角，有时候是演那种那个什么移民署的专员啊，来看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结婚事实那种，就是外籍的那个问题去抓的。啊，那叫啥？新鲜耶！哎，要过年啊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剧团就越来上，这个人，就是那个。所以说人都会瘦，但是瘦多久不一定。然后这个就是皮杰啊，那时候还在卢广仲的年代。这个是那个那一年月台上，我也是要回来看。然后我就跟张云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戏怎么样？我可以试一下耳浪斯吗？”这样。所以那一年我就。做了月台上的演出的时候，我就很浪死。那当时我那时候开始思考说，
戏剧应该是可以在 announce 的时候让观众可以更舒服的进入这个剧场空间，所以我就开始会思考说，我怎么把 announce 做的，而且我可能一年参加剧场只有今年就只有这个 announce 这样子，我也没有戏可以演，所以我就想很多方法，然后 announce 很丰富，我说这 announce 那个稿啊，我就写说，提醒观众现在七月还没到啊，上厕所的时候不可以穿口罩啊，之类的，一些我想办法去设计这个 announce， 就是在参与剧场这个时候，我跟剧场的关系就是退回来到这边而已，我只能够去帮忙到这样的地方。然后之后我又去演了《清明时节》，那会去演《清明时节》也是因为他们要找一个讲台语的演员，就那么简单，然后要骂脏话，要骂得够大。这个我觉得就好像我去演的啊，这个有机会再来那个比较完哈。那然后我去演的时候一样有巡回，这次巡回我就要请我妈妈跟我爸看，然后我爸后来是没有，但是这次要运作我妈妈了，我就开始要更有手段。我们台中的上一场巡回在台南，然后我已经都先把剧团要到票，我先跟剧团说，因为他们的票很贵啊。然后我就跟剧团说，跟那个剧团大姐说，我想要叫我妈妈跟我姐姐来看台中的戏，可以吗？这样他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样说，那可是我一个妈妈三个姐姐。可以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谢谢。好，我就那天我就跟我姐姐说，我票抢好了，你，我就一个一个都问好了这样子，然后时间什么时候都抢好了这样子。然后台南演出完，剧团回去我就没有回去台北，我就回来民雄。然后隔天早上起来，我妈在煮饭的时候啊，我说，妈，你条光剧团嘞，你光嘿啊，嘿后日过来台中嘿，啊，你来看，我也无用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觉得他会想去，我也无用啦，我来讲哦，你吼，你刚去吼，你也是坐，你也是坐高铁吼，你也坐到乌林，啊，二姐公司到遐吼，十分钟尔，啊，你也坐迄条客运吼，你就坐到林泉，迄条五泉西路遐。啊，大姐公司高压吼，很温馨。你也坐迄落火车，你就坐到大家，三姐大家驾车，伊到遐三分钟就到。阿姨，你刚好来看戏，所以你对遐来，你看要坐哪种？我无去唔袂使。我已经啊，吴念真讲吼，你会去啦嘞。我没有。后来，就用这种方式，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就来剧场看戏。那他来剧场看戏的时候，我想另外一点，因为。就是如果没有接触过剧场，他可能不知道剧场的后台是怎么样。就是其实大家都在忙，就剧场后来大家都在各忙各的，因为准备可能准备下一场要干嘛，都很忙。那我又怕说，我妈妈如果来的时候没有人理她，她会就是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，我刚觉得有点紧张这样。所以我就很有技巧的，那天我们从台北出发去台中的时候，我就一路上跟大家说，今天我妈妈会来看我姐姐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，我那个像那个北安，北安哦这样子。然后说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妈妈跟我爸爸都跟我长得，都很漂亮，然后都跟我长得很像，我怎么可能这样子？我是在强调真的，他们都，我三个姐姐跟我妈都跟我超级像的，可是都很漂亮。然后大家就开始会有那个画面，怎么可能？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子？所以我们那，我记得台中场演完了、一演完，大家到后台第一句话，姐，给你买来这样子。所以我妈跟我姐到后台的时候，一到后台，所有的人都无念在啊，后面跟我看。哎呦，真的呢，好漂亮哦，都很像。所以我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妈妈来剧场，她可以感受到那个不一样的，所以用了一些小手段这样。然后隔天是我哥哥来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哥哥跟我也很像，他长得很像裴勇俊。我终于不激动了。那我们也有去台南巡回，巡回有去台南，我一样就送了两张票给李玉馨老师。就是那个当时让我崩溃一路哭的那个，然后他就看完戏之后，我问他，你看，我就走去他旁边，然后我也要问你不是，我问你不是这样子，我就在他旁边，然后他好像知道我在等他说什么，然后他就说，就是你这几年工作对你不要那么大，我好贵的，就觉得说那个心态了，跟他讲不 get 了，要看回正在顾，然后那些遇到的事情啊，虽然都很累很累，可是他有累积到我的生命里面，然后对角色的形塑是有帮助的。我的干妈哦，很有价值，因为我在官场目前所有的选择都是以剧场为考量，包括我要去办案，我要干嘛，我都是想说那剧场怎么这样子。包括我在去年十月我已经写报告调回来嘉义复旦，
我就没有再挂物资了。好、哦，因为我去年开始就已经决定，就是整个重心就是要放在嘉义这个地方了。因为我觉得台北，我之前自己有设定我要参与的，我都已经接触过了，我就觉得不要再恋战了，感觉够用再来啊。我这是在绿光演戏的后台，因为我找不到一些照片当领导。找不到照片，这有李永峰了啊，那这过来配音。然后这个时候软体团在嘉义做民主呼吸，然后这一次我就比较有多的空间可以去参与，因为赵先跟我说，哎，想要把这个国外的这个经典剧本拿回来嘉义，然后那年是选举年，然后所以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后来就改了这个名字，它本来叫做开放配偶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在嘉义，我们就第一次做了一个就是经典剧本，然后做成在地味道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有参与了。就是文本的部分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办案，如果办案我会比较不敢接戏，哦，就是怕，因为软剧团的那个排练时间都会比较长，甚至比那个我在绿光参加的那个排练时间还要长。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接触，这是我们很成功的实验，就是发现这样子在嘉义是行得通的。这个就是从卢广仲不一样，你看多厉害！那经过多少的苦难、磨难、努力，让自己变成那样这么漂亮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好，这个，对，这是民主夫妻，就两个演员，还有哦，应该三个，还有一个充气娃娃。充气还有，哦，然后我在排那个。现在准备看这样哦，记得没？我在排那个清明时节的时候啊，有个小插曲。有天我排练场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一个高中同学，然后蔡卓万，他从那个纸风车的那个门口走出来，然后他们在旁边，然后我就看他，我说你来家，然后他跟我说你家要奇怪吧，我们就相遇了。他是我高中的同学，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，他是我高一的国文老师。然后他妈妈对我非常好，因为我刚说我去警大。就是叫我不要去的，叫我说你就大胆别不去就不要去，就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我刚讲我大姐，一个就是我高一的国文老师。但他那时候给我评语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，好行小会难忍哉。我在跟卓汉相逢的时候有机会，我跟他合作，他后来有一个 case 找我去拍，然后去拍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聊到他妈妈以前给我评语，他妈妈后来癌症过世了，然后说他妈妈给他评语是这样。当时有点受不了，因为他想不到我给的还有一个学生跟他儿子一样的评语。那个老师对我非常好，印象很差。OK 吧？等一下，我刚刚提到插头。哦，好的。这是预告片啊，拍的预告片。接。这是左岸他的时候做这个音乐的，后来接了那个逆光飞翔，不是？那音乐做得很好。然后这个拍这个摄影师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以做作品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按以做作品的方式去做。摄影师后来拍的《建国百年》，一进到我们台北车站那一场。老师，这张真征婚启事。不可惜，他还不是掉了。我感觉你当演黑社会啊。那是预告片，够多，够另外多。再放另外一个，他音乐真的做，他运镜那个是一个能力啊。嗯，哦，这个。没其他的。告诉你。介绍咱的一些新广告。谁啦？自己要喝。你这 old 这对形象来讲是个脏字呢。这比较出现这不太理想呢。这不是水啊。啊，不然哦。以下影片啊，如果要讲到这个 O 的这个字啊，我们就用这个起
起酥起酥葱花肉松面包哈、哦，来代替，哦。行销景点，为了做新的杂志广告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。这书啊，跟一般的纸啊是无同款，这要经过处理，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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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，这真麻烦。这处理完的纸，我们会放在那。起酥葱花肉松面包 NG， 已经变成新灿灿的再生纸。来，这是印刷厂，咱拄啊做好的纸，我已经送过来吃，你看。在2011年1月做广告，就要用2011年1月的方法。今嘛是杂志，观点手法每个月都会更新。有一天哦，先去请请面包嘛吼，这起酥葱花肉松面包哦。我消费所取代，我真真真真服务。谢谢。这是一个中间的小插曲，就高中同学他当导演，然后说缺一个，就是要有一个 case， 然后老师帮他拍，他也是把那个，把那个。就是演出费哈，就是捐到我们嘉义的家福中心。我一般都是用这种方法啊，就是如果接 case， 就是看钱要到哪一个，我指定个班级。因为钱咱嘛做在铁，不会加铁出代志。这不是讲家己迄落，对。然后反正就是拄好家己兴趣来。然后是我度过外勤一些很长年的，就是监听的生活。那监听的时候，这个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监听。跟剧场是完全相关的，而且是鉴定不是剧场，我可以这样讲。因为剧场里面，像我是修演员，就是演员就是拿到本，把它演出来，让观众相信，对不对？那鉴定就是我听到声音，把它打成本。大家好像觉得很简单，就是我听到什么打什么就好了、啊，其实一点都不简单。第一个，我的客户都是讲台语。台语要怎么透过文字去表现，然后你怎么透过文字去表现出他讲话的情绪、哦、我后来就是裁判说哦，这个就是在写剧本啊，所以我在机房听的时候说其实都蛮嗨的啦，我全力都不知道我在嗨什么，因为他们有些都听个一两小时都塞你啊，可是他们觉得说啊没 bug 啊，你的干嘛是没在冲啊，可是我听的时候我会先听的声音，他是什么个性，他家里排行老几，他外形怎么样，他多高？
他会做下一步做什么判断？我每天都对这个他生活很期待，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角色。然后我怎么透过，就是我们一般人打的是译文，就是给法官看的。我自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角色分析，然后每一个角色重要的那些角色，我会试着去做角色分析，因为这个可以去判断说，当我们要去抓他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，他会做什么决定，然后我要到时候问笔录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去突破他，这个都是跟剧场相关，只是方向完全不一样。那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练习。那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剧团在做点缀期末，就我们去年点缀期末，那我就有参与了，就是。我们跟那个，因为一开始我本来那个野心，我本来是要自己做，就是我用莫里亚的剧本。然后说我现在，哦，鉴定那么厉害，哦，然后我又平常又在看书，我又把莫里亚的剧本改成我们嘉义的背景，我又去做，做了好几个月，然后离演出越来越近。然后我跟赵谦说，哎，赵谦，要找救兵了，因为我发现编剧真的是目前我现在最佩服的一个工作，因为导演跟我完全无关，因为我那个离我太远，可是我和编剧就是。我那次才知道原来编剧这么厉害，然后我们就拜，我后来打听到家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叫吴明鲁，那剧团就跟他合作，哦，就是做了第一次的那个场，就是去年的《Game 追起》哦，就把那个法国100多年前的一个剧本，然后改编成家里的背景，他出国语的本，因为他是专业编剧嘛，然后我是对台语的掌握算是比较有信心，我当然负责转换成台语这样子，好来，就是《Game 追起》的那个工作，这个我都没有在这里面，因为。在演出的时候，我在台北抓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上演出。然后我那时候又进一步的把所谓，你看我刚刚讲那个月台上那个 announce 啊，我进一步的让 announce 想要有那个更丰富的那个企图心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announce， 看他掏钱撒黄金的撒。这个连结，先看这个 YouTube 这个连结。你还留一点仔时间呢？哦，好啊，你两到几点？是，我是会当真晚，但是其他人无法度真晚。好啊，好。等下，到点的时阵要怎样先走？你上好是到一半，你问一下伊观察嘛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请。最开头。大家听，有看过戏的，大家都有看过戏的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真感谢大家来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实验场这所在，来观赏我合团所为您推出的金坠曲目。金坠曲目，本节目全部90分钟。你若是对家己的捧功无太有信心，现出时来去面授实施。结尾，在节目的进行中，拜托大家，请把你的手机关机，或者是开做静音。你开静音的时阵，若是手机会震动，拜托。啊，放伫软 Q 的所在，嗯，啊，互你的手机发出，的声音。伫过程中，你会当录音，毋过拜托，毋通开闪光灯，啊，无会造成演员相当的困扰。另外，咱今最起码本身是一出喜剧，喜剧的意思就是讲，伫你演的时阵啊，你会当甲笑，若是讲要笑，就分几啊种哦。哦，比如讲，一种叫做作文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一种叫做无声的笑。另外一种叫做笑甲无声，搁一种叫做干心的笑，搁一种叫做悲
叫做鼻涕笑，笑不要笑。你这部电影中，你要想要笑，你要怎笑，你就做你笑。好，这部就要开始。咱最后拜托大家，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，火声甲吹落去。叔叔往后面快转了哈。那除了我就是参与了那个耳浪时，希望把它做了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更容易、更快的进入这个资料夹的场景。然后我也参与了那个就是这一档戏的词的创作，然后跟江议员就是伊恩森，我们做了三首歌来听其中一首这样。你敢换资料夹？不。嗯、再聊。啊，不在这还绑着。嗯。是你呀。嗯。好，你对。那国宝还是重启？就要关掉。我那条没了。那来介绍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第一次的讲座哈。真的是不会控制时间啊！现在不知道讲到第几页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讲到第几页？52，快完了。嗯。哇，那我控制还不错啊。慢慢好，加油，好，慢慢把它讲完。那我们最晚就9:30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个人，然后再來我今年初哈，就是我就是工作嘛，然后没有办法接触比较大那个，是之前制毒工厂，然后后来昨晚跟刑事局播这130公斤 K 他们走私哈。但是我觉得在我把剧场应用在监听里面，我自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次，因为我做了很透彻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刚刚判断或什么这样。然后今年我们做了那个罗天海明，好，罗天海明就是我们从你看我们从那个民主夫妻，然后的一个尝试，然后好像哎这个可以，就是嘉义是可以的。那其实我很期待，就是说嘉义观众他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消化过了本之后，他再去看原著里面这个戏，他可爱的地方，他好玩的地方，认识更多不同的剧种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今年就是在进一步的挑战，去年挑战莫里亚，今年我们挑战的是莎士比亚，他的经典的喜剧《仲夏夜之梦》。那我们改成在韩国版的叫做《罗天寒明》啊，吼。啊，我放只歌，唔知我都看完吼。有，为咱看《罗天寒明》。好啊，来看完《罗天寒明》的 CF 吧。是好看啊！二W，大声无？是啥无？无声。还是那个。搁走一遍好吗？那你谈了。你在那边上厕所？有法度吗？哦，中指真是古代。你的电脑爱换好啊！我因为我真正做路边，我确实我路边。这只电脑我买7000块尔，我同学买几只。因为我用前面搞 Word、Excel， 啊，搁因为我监听用 Excel， 啊，写文案用 Word 啊。